那么就请我们所有的走读生的同学今天晚上全部回到我们的宿舍进行住校，那宿管那边呢也会紧急给大家腾出位置安排我们所有的同学入住。在我们接下来距离二楼倒计时仅有那么12-13天的一个时间里，把握好自己的这个生活和学习的重心。锁了，两个手。我已经有一年没有踏进过这里。咋了？走吧，妹妹。啊，马波就是出去吗？杂物对吧？接下来不上来了。我们现在要去上一个年级的体育课。哦，我们这个里面有这个。今天发三样东西，每个人是三样，就是一套。我们上了一个，但是只看别的。我好大牌，两个人等我。我都觉得起来呢。我来。你来。这个怎么调而已啊？我乱按的了。我手很稳的。为什么我只能拍你的头啊？是的吗？请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我都不知道这几天捅了多少次，先是捅他捅一次，然后又自己捅自己一次，然后今天又被他捅一次。我们今天要跑操，不是前几天刚测了核酸吗？今天是唯一一天我们不用测核酸。看你的马尾是炸的。下一场，今天。
好饿，吃盒饭，我连码都没有拿，我在想什么。提醒大家两点，第一呢就是体育运动一定要特别注意保护个人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走，等一下。好的，希望谭诗颖已经走了。往地下那里拍，他才能拍到你。这世界上还有不考生物的人吗？我只有我物理。如果已经有下去环球广场的，请大班的同学去把自己本班的在等所有同学考完试回来之后，我们再重新来讲。现在好像走的那天就是49。我们已经6:15才去核今天晚自习结束的时间是9:50，我们今天就寝时间跟高一高二同步，那也就是说要求所有的学生都是